容易啊。是，嗯、这都是你们祖先教的。祖先的，教下来。啊，从我那那个时代的话，就那个了，都是不玩这个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在抓这个。啊，这像老鼠进去哈，老鼠一定会不管什么了，只要是一进去、啊、能进去的话，踩到压到这个压到这位置，哎，树枝的话一压到就弹到了。哦，然后呢？夹住了，就脖子就被卡到。哎、不一定，可能是不一定。如果说比较走得快，可能会夹到这个腰啊、哎，有的夹到这个腿，是啊，可是通常看好像都是手脚被。手脚哦，刺激比较多、哦。像这个陷阱是大部分掉在脖子比较多，嗯、哦、嗯，多了，啊，再来就是夹到这个腰部，就这样。哦、OK， 嗯，那这种去大概头就被压掉了，我进不去。他进不去。如果他能进得去哈、哦，不管是什么了，都一定会钓得到。OK， 啊，最常这种抓到是什么样的动物、啊？最大的三枪啊，没有那三枪，三枪太大了，进不去了。三枪是跟那个狗差不多，那个狗就进不去了。嗯、最大是可能是那个白鼻心跟狐狸，那是最大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抓些鼠啊，老鼠。这不错哎，生态教学，这个来这边、啊、这个来都到跟。这个游客，那如果大型的话，也不能用这个啦。大型有大型的陷阱。哦。山猪有山猪的陷阱。我有一张我爸背那个山猪。山猪下来。很多那个国外来的，像那个大陆客了哈、哦。嗯。像那个香港的，哦，还有其他的哪个国家都来这边。日本也有，还有那个内地的，还有那个美国歌星那个什么。马修连恩、嗯、这条路、哦、什么人都里面、哦、他们堆那个地瓜跟玉米，首先要去放山上的话也不能先围，怕老鼠降围的话、老鼠会进不去了、嗯、先给它放在那个地上，如果老鼠去吃了，比如说一只老鼠先去吃啊，回来变成两只三只就去吃了，那这时候再来围，呼朋引伴，吃了以后才能围这个，哦、围这个两门也好，一门也好，三四门都无所谓。那个老鼠哈、哦，只要是那个有吃的，在这边，大概是放了一个礼拜左右，啊，老鼠不止一只两只喽，很多，很多他们就多了，食髓之味、啊、对，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了，两门三门，他们这弄好了哈。大概晚上搬完一两个小时，哦，去巡一次，就会抓到老鼠了。那这样子是他怎么弄法？不是，他是把它关起来，关在里面吗？还是抓一只？抓一只哈、哦，比如说，我看不出来这样，因为他这没有圈套，他没有把它绑起来。没错，这个地瓜、玉米放里面哈、哦。对。不是玉米跟地瓜放在一起，不是啊、哦。嗯。如果你放地瓜的话，就放地瓜了。不放玉米就多放玉米。对，如果放像这个两门啊，一门了，两门了，之前这两门了。嗯。放两门嘛哈，比如说老鼠进去抓到了，老鼠进来没有门呢、啊，它就绕找个门进去吃。嗯。就进到这个门就会抓到了。嗯。比如说两个已经抓了，就没有门可以进去了，那个老鼠。他自己会去钻，嗯，找个那个洞大一点的，对，去，对，他找个那个路去吃那个地瓜、嗯，就这样。他不会看到伙伴被抓到了，不会，那他不管了，他不管。饿的话哈，他硬是去吃那个东西吃。不是这个老鼠怎么被抓啊？对啊，你怎么把它关住，还是把它绑起来？关住，就这样啊。是把它关起来。老鼠抓到的话哈，这个没有门的啦。门哦，这是把门挡住了，挡住了，那个老鼠后面的老鼠哦，进不去，他想说干嘛挡在那边，所以实际上的陷阱会很密吗？这个要很密吗？要密，要很密，这个是示范的，示范的，
哦，示范哈。对，就示范呢，也是我们。这是教学用的。教学用的。现在都没有去做没有这种的。现在这是落伍了。落伍了。是现在是最新的打猎是什么？打猎是我们现在不打猎。不哦。没有打猎。是以前的啊。对，只是当做教学了。哦。嗯，给那个外面的客人来体验啦、啊嗯。哦，就这样。玩得很高兴呢、啊，就刚刚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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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啊，像老鼠龟，那个老鼠很大哎，嗯，哎，小的刚那个木头已经当老鼠，所以奇怪怎么绑着一根木，绑这个木头当做什么？那只就是老鼠，它就挡在门口，进不去了，就进不去了，哦、这样进不去了就跟那两个门就抓两只，理解理解。那可是你旁边的没有用，旁边它钻进去之后，会钻进去，它会再出来啊。对，还会进去吃完就跑了。跑了，但是这两只就还是抓住了，就对了。抓住了，跑了，一次再抓两只。运气好了，嗯。不过撑不到两三天，又再会掉。哎，早晚早晚逮到它，除非是它没有了。来吃了的，不想吃了。当然要来吃啊！哦，他意思是说抓到我们陷阱又空了，那些食水之后会再回来，嗯、再回来这里又，嗯，他的食物要一直补。吃过的会。做法都类似。类似一样。嗯嗯嗯。抓松鼠的。因为松鼠喜欢爬高的，很少说爬地上的。啊，都是树。嗯、老鼠是很喜欢爬地上。很少爬上那个像这个高的，很少爬树，那几个哈这样吃，真的、啊，对，要维持你的那个热能，嗯，要有热量，哇塞，就野外求生这个哈，都有了，不只是这个人多了，那这有人在采收吗？就怕你胃受不了，嗯，这有人在采收吗？没有。嗯，应该没有，就野生了。只要是进到我们部落哈，嗯，我们都不让他们去。你们自己的、嗯，你们自己部落人会采收吗？也不会，现在不会了。自己吃的可以啊，我们不卖了。会受不了。味道生的味道，有人可能不能接受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没有吃过哈。对，那种生的味道可能不太能接受。晚上会睡不着，就对。也不会，不是的，应该是它的味道，这种生生的，一般人可能不太能接受。我在想，吃不习惯。那个麻麻的味道。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吃不习惯，因为这生的我们还是先用料理比较 OK 吗？嗯，料理稍微给它。煮一下，对了，生的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。晒一下，生鱼片都在吃的，这跟生鱼片不一样。对，为什么原住民去山上一个礼拜不带什么，就可以活，也不会那个，不会饿，不会饿死。是啊，嗯，就地取材啊。我当兵的时候，都是靠这原住民救我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那时候有三训啊，嗯，有点苦苦的，所以他但是 OK 才会说，可是我觉得 OK 嘞 ，OK 啊，吃起来是 OK 的，不会那么苦，没有苦瓜那么苦，